那个姐姐漂亮吗？漂亮。哦，说谎。小朋友已经很成熟，所以你几岁？十六。九岁。这样子怎么会十六岁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他十六岁？哦，这位听说是一位，哎呦，不得了，跟我一样，打样也是打样。哦，来介绍一下打样的同胞哦，打样的都一定是很厉害。然后最近他翻唱那个阿拉斯加的海湾，哦，爆红，被网友誉为情歌王子。对哦。然后他最喜欢是林俊杰，所以也有人说，天哪，他根本也是行走的 CD 吧？那么厉害哎。哦，嗯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有很厉害吗？还是你直接呛你的声音？呛一下嘛。上天啊，难道你看不出很爱他？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你要拆散他们呢？大家赶紧坐好哦，待会儿唱歌就不得了了。你怎么说我不爱你？爱上 A， 加油！帅哦！呦呦呦呦呦！很帅呢，这个小孩。小帅哥，哎，转过来，帅哥，来来，摇摇手，摇摇脚，哎，不要紧张，对，很舒服的。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。是在那个网络上被发掘的，爆红的。你都自己录影片哦？那影片，然后看见唱那个阿拉斯加的海湾，对，知道歌里面讲的是什么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像刚那一首歌，你唱到撕心裂肺，对，那个是爱情的歌。对呀，哎，还是你已经有交女朋友了？有吗？没有吗？你还说没有？新郎的摇头摇成那样，没有会这样否认。我来看看这个小朋友，他诚不诚实？好好好。那个姐姐漂亮吗？漂亮。哦，说谎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
漂亮，人家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啦。小孩子最真了，对，阿姨爱你。看一下弟弟，我们看你的影片好不好？爆红影片好不好？哎呦！大场面先卖40块，他说错题了。怎么可能没有女生喜欢你？这小朋友，他人生只差一个东西，差什么东西？卡拉轰天赋。这样也要卖，不得了吧？他在唱歌，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忧郁的感觉，忧郁哦，对，成熟的味道，成熟味道，因为他这个小朋友已经很成熟，所以你几岁？16。9岁，这样子怎么会16岁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他16岁？我是看他有没得注意听不来。OK， 对，跟你妹妹坐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一寸来浮起。